我们现在只能在这里等待，一会儿把狗放进去。如果我们在试验结束后，狗不会出现问题，那就我们正式利用蜜蜂船进行下漂。 好，小林、周毅，你们到下游去接应。好，现在我们过去。好，行。好，啊，柯基，把狗也放进去，氧气瓶也放进去。这狗也用氧气管啊？那当然，做实验那就得和真的一样。就是，好，都准备。 这氧气瓶你放那儿不合适，放了。一鸣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听说你一个人当漂流个体户，啊？是。哎，王队长，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氧气瓶它是钢制的，这要是撞上礁石的话，它就会爆炸的。啊？不错不错不错，我疏忽了。虽然你们是做实验，可是这要是爆炸了，你们中央队这条船它也就报废了。到时候你拿什么漂啊？是不是？ 氧气瓶是个重点呢。你听听，你听听啊！多操心啊！望一命啊，还是咱中院队的人嘛。你看你说的话，能望一命，因是北赞好。啊，李，放氧气袋。啊，坐。哎，一鸣，准备什么时候开漂啊？就最近吧。其实啊。 你可以回来，我们很需要你。算了算了，你都自己坐船了，看来你是肯定铁了心的要当独行侠了。谢谢王队长对我的关心。算了，别因为我搞得大家都不高兴。胆儿来了，胆儿来了，胆儿胆儿，氧气袋，放下。 好，舰长，通知小林子吧，马上放蜜蜂船。好。怎么还没下来？有事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不会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发信号。好。哎。 快起来！
进去，别进去，兄弟，快快快，快点，快，这小雷，小雷，小雷，二一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来，小雷，八十八斤，拽来，一，二，三，哎，小心，站好，哎。狗呢？狗呢？狗是狗，人是人，这是两回事吗？我看是一回事。狗命是命，人命也是命。你脑中，你删删一边去。嘿，谁脑中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肯定会飘下去的。哎，我你，李燕，少说两句。警察，带人把冰山抬走。一鸣，一鸣，怎么样？还不是老样子，情绪不高啊？哎，这个虎跳峡呀，让人看起来确实有些恐惧。你看这个整个的峡谷啊，这江水就像开了锅一样在翻滚。你再看那个跌下来的浪头，溅起十多米。你听这声音，啊，就这个浪涛声，像不像在打雷？好像要把整个这个峡谷都给震塌了。怎么，你是害怕了，还是一个人不敢飘啊？王队长，你看我的手。以前我害怕的时候，这两个手是颤抖的厉害。现在我颤了吗？我害怕了吗？啊，一鸣，我们马上要冲击虎跳峡了。这两天我也在勘察虎跳峡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落到你们后面的。王阳，你先说一下这两天对虎跳峡勘探的进度。好的，是这样的，到虎跳峡呢没有公路，只有一条山间的羊肠小道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峡谷中穿行，非常危险。在虎跳峡两岸均是雪山，西岸是哈巴雪山，海拔4900米，东岸是玉龙雪山，海拔5596米，江水海拔1900米，也就是说峡谷深3000多米。在我们还没有到上虎跳的时候，很远就听见不绝于耳的浪涛声，到跟前一看，气势磅礴。虎跳峡全长17公里，但是落差就有220米。金沙江到宜宾再到上海称为长江，全长2900米，但是落差不超过300米。由此比较，可以想象我们要面对的虎跳峡是多么的凶险。那不是在美国，简直是从天而降。可基啊，你看，那都是平台瀑布，平台瀑布的落差，如果我们用密封船飘下去的话，可能会安全一点。前一段时候我还听那些农民说，前面那个水的时候，下面可能会浪涛、激流啊都特别大，所以说我们也得注意点。建强，这两天我们对虎跳峡进行勘测，我们都知道，虎跳峡十分危险。我们继续的深入的勘测了虎跳峡。上虎跳由连续的3个大跌坎组成，中间的最大长10多米，江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石头，
这块巨石宽十多米，高十多米，长二十多米。这块巨大的石头把金沙江一劈两半，汹涌的江水从巨石两边飞泻而下，势不可挡。上次夜巴大滩是在人们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一次突然袭击，可这回我们的准备工作一定要细而再细。看到没有，峡谷全长17公里，我们要分成几段设点漂流。大哥，关于上船人选问题还是按抓阄指定？不，我是考虑你我之间到底谁上。我上。还是我上？不行。还是我上。你听我说，我有过2次密封船的经验，而且身体条件比你强，更何况你是一队之长，这万一有三长两短。正因为我是队长，我才必须要飘。啊，我上你们怕有个万一是吧？那你们上就不怕有个好歹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是一队之长，这万一有个闪失，这帮人谁来带？说实话，死个把人不算啥，可咱这队伍不能垮。兄弟，我知道你在跟我争什么，你在跟我争伤亡，这争死亡。大哥，你听我说，你是一队之长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咱们这帮弟兄就没办法了。上次在夜巴大滩，咱已经失去了兄弟，咱不能再失去兄弟。接下来的漂流，特别是虎跳峡，那十分的危险呢，会威胁生命。三个大叠坎，落差就有20多米。我们站在上虎跳的江边往上看，江水飞流而下，根本看不到江面。我们继续对中虎跳、下虎跳探索，整个峡谷有20几个特级滩，较大的有上虎跳、满天星、中虎跳、倒脚滩以及下虎跳等等。这一系列险滩构成了整个峡谷错综复杂、险象迭生的状况。喂喂，不这怎么飘啊？这不拿人命开玩笑吗？张小娟，还是回去烧锅炉吧。烧锅炉怎么了？多光荣啊，为人民服务呢。韩振军，我告诉你，我还就第一个飘了。啊，你第一个飘？啊，好了，你们俩就别掐了。虎跳峡必须飘，但要保证安全保卫、抢险接应工作。总之，我们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。对于安全问题，我想说两句。昨天中央队做了个实验，把狗放在密封舱体里，可是由于水流太急、冲击力太大，在上虎跳下游截住的时候，拉链开了，狗没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于密封舱体进行加固。我同意。我觉得应该用牛皮、桐油还有钢绳把密封船体绑在一起。队长，我倒是觉得应该用绳索呈网络状啊捆绑在船体的四周，而且一定要用粗的尼龙绳。我提个建议，让我们队员们穿上潜水衣，这样可以保证船破后的人身安全。这也是为咱全局着想的。我是兄弟们推我当这个头的，在这个时候我怎么把兄弟们再往死亡里推？
坚强。在中原队漂流的过程当中，你已经成了一个顶梁大柱了。要说虎跳侠真要人命，你不让我去面对，而你自己来承担，坚强，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没办法，我这一生不会平静的。好了，兄弟是什么？就是同甘苦共患难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。让他们过来，过来。在上虎跳峡以及中虎跳峡的滴水瀑布处，密封船体表面所承受的打击和挤压力，每平方米在7吨以上。我建议船体四周用尼龙绳捆绑20多个汽车内外轮胎，均匀悬挂，漂流时保持相对平衡，增加抗击强度。那就照王爷说的办吧，不过先得试试。那不能用狗试，狗才多重啊，两三个人怎么也得300来斤吧。我觉得应该用猪。用猪？哎，对，小军说的对啊，应该用猪，狗太轻了。是。行啊，今天把密封船调整好，明天就是。好。李丹，啊，啥事啊？队长，秀才，你有什么看法？队长。咱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，必须要尽快行动。咱们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岗位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挤在一起。马上就要闯虎跳峡了，咱们中原队能不能在这儿打一个漂亮仗，就要看各位有没有这个信心和胆量。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气，别人的歧视，有关部门的不支持，家乡的不理解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沿江两岸的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和期盼。从头陀河上的官兵到榆树八塘的群众，从农民到工人，他们大家一直在支持我们，还有咱们的亲朋好友，还有遇难的高泽远。你们说，如果咱们不打好这场仗，怎么对得起他们？坚持漂往虎跳峡，这次冲击虎跳峡非同小可，大家服从指挥，团结一致，共同奋战，一定做出最后的努力。誓死漂过虎跳峡！对，誓死冲过虎跳峡！好，现在抓阄决定，长的去，短的留。队长，我抽到了。队长，兄弟们，大家听我说，虎跳峡按险滩可以分为三段，分别是上虎跳、中虎跳和下虎跳。上虎跳落差最大，但是比较短。中虎跳由漫天星、中虎跳石组成。下虎跳分为刀脚滩、平台瀑布
和破解谭组长是劝下嘴唱了一段，川在下谷里瓢是以虫倒敌呢，还是要烤龙会水？入锅要烤龙会水，我们从哪里烤？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。这样吧，在峡口处先有两个人负责放船，保证咱们的船呢顺利进入上虎跳。在上虎跳石尾滩，我认为需要三个人以上观察船的飘向，一旦发现入回水马上把船拉上来。在中虎跳滩头还是需要三个人观察船的飘向，一旦发现入回水马上把船拉上来。在中下虎跳之间只需要三个人观察船的飘向，一旦发现入回水就把船拉上来。到了大巨渡口，这是最后一道防线，责任重大。咱们的船到了那儿就要必须截住，靠当地的水运队来帮助完成。好，兄弟们，这次后方倾其所有了，把人钱能花的能用的都给咱们用上了。我们付出多大代价，这是多少人对我们的期望。我们的责任重大，这次不能出现一点差错，知道吗？昆眠，还给我。写什么呀？那么着急，给杨姬写的情书啊。昆眠啊，别闹了，还给我啊。不给。怪不得这两天杨姬吃不好也睡不好，原来都是你的原因啊。昆眠，求求你，还给我。干嘛呀？连我的王大哥都着急了，今天我就非得看看了。昆眠。遗嘱，本人王一鸣与众青年在蜀城成立了长江漂流探险队，抢先于美国人之前征服长江，战胜长江之大险，方可尚无愧于先祖。但此时危险极大，牺牲乃不可避免，故立此遗嘱。慧眠，你不要再念了。如我不幸牺牲，我的保险金一半付给我的母亲。为母亲之养育之恩，我父亲在我长漂过程中病重去世，愿父亲在天之灵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。另一半作为抚养女儿小娜之用。我除了家具衣物之外无其他财产，若不幸牺牲，有妻子罗小琴继承。因妻子尚年轻，为安慰我之亡魂，请重新组建家庭。我女儿小娜今年五岁，为父没有任何家产留给你，但是爸爸的心是多么的爱你，
愿我的女儿能够理解爸爸，做一个坚强的人，长大以后成为国家有用之才。慧敏，你不要再念了。你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了。你就准备这样一个人飘下去吗？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会毫不犹豫的，就是死我也要死在虎跳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那么做？为了信念，也许是常人没法理解的信念。以前我总觉着漂流长江是为了国家的荣誉，现在我不这么想，我是为了我自己的信念。天啊，你太疯狂了，你是在用生命赌博。探险并不意味着冒险。我知道大自然的力量是很有威力的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我们人类的力量。总有一天，玉龙雪山也好，金沙江也好，都会向我们低头的。我的决心已定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一鸣，我希望你能更理性一些。慧敏，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征服大自然，而是为了我自己。这是时代给我一个机会。你们不理解也是正常。慧敏，如果我遇难了，请你一定把我的遗嘱寄到我的家里。谢谢了。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这是我做的布娃娃，你戴在身上就像小米在你身边一样，你看着它的时候就是小米在看着你，它会保佑你的。爸爸，你要平安的回来呀，回来了就再也不要走了，小米和妈妈都等着你。队长，你在这儿弄啥了？我想点事儿。咦，想不到咱队长啊，也有多愁善感的时候。队长啊，说正经了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上虎跳，你派我上。不是已经决定了吗？那决定了。决定了，那不是还有变通的时候吗？你想想，什么危险个事儿？你堂堂一个队长，你没有必要去冒这危险呀、啊。
对不起，李艳，上回跳，我王中原是跳定了。你凭啥？我是队长。队长？那个破娃娃哭哭啼啼的队长。要我说呀，你要是不敢呀，那你都别飘，那胜利总是留给不怕死的人。我从来没害怕过。王大哥，不，王中原，我一开始都觉得你这个队长当的一点都不合格，你太自私了。你队长对于你来说来了太容易了吧，像你这种从监狱里出来的人，那都应该叫编号8602，你都不应该是队长，你凭啥不让我嫖？你想干啥？你可以不服，但你不应该揭我的伤疤。你没有我那样的感受，在万家团圆的时候，我却身陷高墙，每天的昼夜难眠。我不知道在家的老母亲，她是不是又增添了白发？我在家的你，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每天站着村口，守望着我回家的路？我太冲动了，对不起。自己的路自己走的，自己的错误自己犯。我虽然是犯了错，虽然我是对的，但我毕竟伤了人。可我真心希望你们能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要战胜美国人，我想把你们安全的带回去，把这些兄弟们带回去。我管不住我的嘴，我都是这脾气。战士队长，你想过没有，我李艳，我李艳离开家来唱票，我也想为国争光，我也想战胜美国人，我也想战胜这虎跳侠呀。我求求你给我个机会，让不让我上，你自己考虑。大哥，还是你兄弟，虎跳侠。是漂流过程中赤壁肥水，注定将成为长漂过程中的一个高潮。此刻的虎跳侠记者云集，仅在下桥头就有全国各地多家新闻单位和记者，国外的媒体也争相报道，虎跳侠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。
韩立军、杨金、李小张，你们到下营接应。好。你们都别猜了，我们只是试试逆风船，具体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呢。沈指挥长，中漂队什么时候下漂啊？快了。哎，沈指挥长，中漂队是不是经历过夜坝大滩就胆怯了呀？就是啊，怎么一直没有下漂的动静呢？我们正在对虎跳峡进行测试，下漂是肯定的，但具体时间还没定下来。指挥长，那个中原队还有个体户王一鸣都对虎跳峡虎视眈眈，但是中漂队却一直对下漂时间打马虎眼。请问你们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？哎呀，这个你们都知道，是虎跳峡被列为世界的危险角落。长江漂流的征途就是金沙江，而金沙江的危险节就是虎跳峡。我们不能看着我们的队员一个一个盲目的下漂，我们总指挥部会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虎跳峡的。指挥长，都准备好了啊？好吧，开始。好，出发。刚才记者采访我，你们都看见了，说说你们的看法。我觉得不能漂，猪都死了，毛也剃光了，那换成是人的话，那还不得一块一块往回捡啊？对呀，指挥长，这要是往下漂，他肯定得死人。我觉得您别听记者的，记者想要的是什么？记者想要的是新闻，我们不往下漂，他就没新闻。那他们看戏也不能拿我们的性命开玩笑啊。我怎么就不见一个记者往下跳呢？对啊。怎么，你们害怕了？不是，盛指挥长，这跟害不害怕真的没关系。夜坝大滩我们已经有一位同志牺牲了，而你的意思是我们放弃？我沈指挥长，我们不能放弃。我是队长，我第一个下漂。你们都看着我干嘛？我也是一个正常的人，我也怕死。我勘测过虎跳峡，我知道这一跳下去意味着什么。这虎跳峡就是一个地狱，上虎跳的虎跳石滩就是地狱之门，接下来还有刀山、火海、油锅。在虎跳峡，我听见汹涌的江水向我挑衅，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们不能放弃。中原队、美国队还有漂流个体户随时都有可能下漂，全中国人民的目光都在关注着我们，我们作为国家队更有理由为国争光啊。沈指挥长，我们第一个下漂。好样的，队长说得好，说得对。小俊，我觉着我们哥们也不能喊我啊，一山不能容二虎，现在王一鸣走了，我觉得我们中漂队还有我们队长能力也应该体现体现。
你用脑子想一想，这不是能力不能力的问题。勇气可以长漂吗？只有勇气可以长漂吗？好吧，人坐着船漂下去了，人没了，漂什么呀？我觉得安全是第一位的。进入密封舱，不仅是靠勇气和胆量，还要靠一颗视死如归的气魄和一颗对国家赤诚的心。我想，在座的各位，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了。飘虎跳算我一个。小军，小军，我们哥们儿不能含糊。小军，大家的心情我都理解，冲击虎跳峡是一定的，可指挥部还没有最后下决心。沈指挥长，不要再犹豫了。如果说我是第一个跳虎跳峡的，长下的雨没有悲凉，远上的风依然寒长，血色的心还要远走，心烈的爱不再彷徨，从前的话你将再讲，美丽的泪笑着飞扬，握紧的手